Hello，大家好，我是金翼商用空调的小梁，今天带大家看看出自我们金翼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采暖设备以及国家级的实验室。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要向大家隆重推荐一款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采暖设备，10P 变频采暖机。首先，这款 10P 变频变暖机最大亮点就是其双一级能效，在保证高效率的同时，更加节能环保。它采用的是先进的变频技术，可以根据室内温度自动调整功率，实现恒温的同时，还能达到节能的效果，让你每一个冬天都感到温暖如春。其次，这款采暖机的外观设计体现现代化科技感，给人一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感觉。采用的是时尚的灰黑搭配，创新设计元素和美感，让它在为您提供温暖的同时，也能融入到您的家居环境中，成为家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专业生产队伍也是我们重要优势，我们拥有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正是因为他们的精益求精，才有了性能卓越、品质上乘的产品。亲爱的朋友们，为了让您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赶快行动起来吧，选择10P 变频采暖机，让您的高端生活从温暖的冬天开始。欢迎来到国家级零下40摄氏度超低温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性能防爆实验室。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本实验室的核心设备。国家级零下40摄氏度超低温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实验室由恒温恒湿房间、空气处理机、冷风机系统、加热加湿系统、冷水机系统、电控系统、计算机测控系统等多部分组成，经过第三方认证，达到国家级标准，用于测量空气源热泵或水源热泵的制热能力、功耗、能效比、EER、性能系数、COP 等性能，作为热泵热水器的性能检测装置和产品设计开发的重要工具，为产品功能、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这款热泵机组以其卓越的性能和环保特点，在节能减排、低温冷链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采用了最先进的热力学循环技术，能够模拟室外的各种环境工况，且在极端的低温环境下高效地将热量从低温源传递给高温源。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热泵机组在防爆性能方面也毫不逊色，拥有独立的安全区域。好了，今天就带大家介绍这么多，如果您对我们产品感兴趣，欢迎联系我们获取更多信息，我们期待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